饭啦，看看今天食堂吃什么。又香又嫩的口水鸡馋得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一看这鸡肉带点红，就知道特别特别嫩了。一勺不够，再来一勺吧。莴笋随便应付一点，一赶后面还有大肉。食堂用普宁豆浆做的鱼，来两块尝尝。蒜苔香干炒肉，看着都香，来一勺。还有西兰花炒香肠，随便来一点。哇，今天有满满一盆土豆烧排骨，土豆都炖得很入味了，光这个菜都能干一碗米饭。一勺肯定不够吃的，再来一勺吧。还有手撕包菜也来点，也要讲究点荤素搭配。来打一碗红豆汤解解渴，再来一碗米饭。今天能给咱们食堂打几分？